在台中大坑有一家近期爆红的温泉饭店西餐厅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有新鲜海鲜、现煎安格斯牛排，还有美景跟台湾啤酒。但你看完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来到台中了啦，然后在我们身旁这家餐厅是日光饭店的花见西餐厅。好，我们先进去躲个鱼。然后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啊，那等一下我们去吃看它表现会是如何吧。Go！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啦。然后我刚有先去看它的环境啊，我是觉得说今天它的收费啊，以900多块来说，在台中，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啊。而且它这边的晚餐时间，它总共只有3个半小时，但是说我们来到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清幽啊。如果今天天气好的话，我觉得往后面的山坡看过去，哦，应该会很舒服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请给我牛排跟猪肉，可以调整熟度吗？哦，我们大约都是7分熟，可以就5分熟吗？5分熟吗？对啊，要5分熟，但是它那个筋就比较不好咬。嗯，好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5分熟，对，好，谢谢。请给我各2片。来，谢谢。
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。只不过我们刚刚拿了这几样料理啊，我就感觉我们应该把这边的收拾已经拿超过一半了吧。只不过我们来到一家陌生的餐厅，我们就像打开潘朵拉的盒子一样。我们今天打开这个盒子，也许它的花样很多，可是每一样真的都你都不感兴趣。那我觉得今晚就糟了。可是如果像今晚说，虽然东西不多，但每一样真的都是会让你满意的话，我觉得这真的就值了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先从海鲜开始啊。只不过在吃这个生鱼片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生鱼片好朋友哇沙比酱油给准备好。这个也是我们很常见、很熟悉的瓦萨比啊。它这个鲷鱼片是新鲜的呢。我觉得吃到现在这个鱼肉肉质都还蛮软嫩的，而且新鲜。这个鲑鱼好肥哦，我在咀嚼的过程中它不断的散发出它的油香味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熟悉的泥性的了。那我们就用这个啤酒敬你们。生日快乐了。我是觉得它这个猪肉肉质吃也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啊，我觉得如果它多一点脂肪的香气的话，这口感相对也会好一点呢、啊。哎，我是觉得说他今天这个白虾的 size 是，我是觉得有一点偏小了。Oh my god！ 因为它的美味密码就是要加这个五味酱啊。欸，各位啊，我很少吃到这种吃到饱的小章鱼啊，它吃起来是会 Q 弹的欸。欸，就连这个蛋菜吃起来也是新鲜的呢。
它这个里面竟然有蟹黄哎！哦，只不过啊，要吃这个螃蟹啊，我觉得还是要拿出我们准备好的工具了。来吧，我们的吃蟹工具组。我就觉得今天如果餐厅他会帮我们准备的话，这会非常的加分呢。好鲜甜哦！连第二只螃蟹里面也都是蟹黄，看到这个真的就是舒服了。来，用啤酒敬你们呢、啊。我们刚好夹到了一个鱼肚部分呢、啊。哦，刚那个入口的时候，那个鱼油香味，还有它软嫩的鱼油，它完全滋润这整块鱼的口感呢、啊。来，迪卡。我就觉得说，我们今天吃到海鲜整体的表现，我都是觉得还蛮喜欢的啦。只不过其他肉的部分呢、啊，怎么感觉就是缺乏一点会让你感动的滋味？就是口感大多都还蛮干瘦的啦。可是像有的人应该也是会喜欢那种口感的。那等一下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料理来吃吧。请给我各两片。嗯，谢谢。我要冷温，谢谢。好，各位啊，我们这轮拿的东西几乎跟上轮快要一模一样了。
那刚上一轮牛排我是跟他点了五分熟了，可是这一轮我是直接让他煎出他们这边标准的熟度啊。但是说煎一煎，这个牛排很多地方都烧焦了。然后他们刚也说，他这个肉筋在五分熟的时候会比较难咬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，他预设熟度吃起来会是如何吧。我们等一下就给他点个三分熟来吃吃看好了。好，来吧，小章鱼吃起来了。今年吃到这个螃蟹的蟹王，我就觉得很开心呢。来吧，各位，蟹黄吃起来了。哇哦！不是吧，各位，它这个螃蟹每一只都有蟹黄哎。没有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这边的话就是换一个生日牌给你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来，他们帮我准备了一份生日蛋糕。OK 呀，我们吃完螃蟹了。这咀嚼牛肉跟葱花的同时，它两者的香味在你嘴巴里绽放开来啊！我真的很喜欢它这种香浓的滋味啊！那我们第二轮的料理也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下一轮的料理吧。
嗯，谢谢。你给我两个牛排，要三分熟。谢谢。嘿、hey, ，是，嗯、hey, ，谢谢。哦，我们今天因为我是当日的寿星啊，所以我们用餐费用只要680元。今天680元这样子表现算是，这个牛排应该算是全熟牛排了，但我是觉得比他刚那个标榜七分熟牛排还要好入口啊。来吧，温泉蛋吃起来。只不过吃到这边，我真的是很想吃看它那个牛肉煎的三分熟到底会是如何了。哇，我们难道要让它这个牛排安格斯牛背着这种黑名结束这一天吗？不好吧。好，各位，我又跟他们点了两份只煎10秒钟的三分熟牛排了，希望现在会好一点呢。我觉得这次口感好了一点呢。哎，各位，你看，我们这次牛排啊，吃完底下还有流那个血水。你看，这就是要这样子熟度才 OK 吧？终于 OK 了啊！哎，喂，请帮我煎三分熟的牛排。好。嗯，谢谢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就是要趁现在乘胜追击啊。因为我们难得来吃到这种有牛排的饭店啊，我们怎么可以少说这种现煎牛排的美味啊？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你是？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啊！
小章鱼吹蕊啦。我们吃到这一回合的螃蟹啊，它反而就比较没有那么多蛋了。烧麦吃起来，好吧，这个应该是蒸太久了。那我们等等再去拿一点甜点来吃吧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吃完这轮应该也差不多了啦。怎么感觉这个吃起来是非常超市蛋糕的口感呢？还有这个草莓，应该也是不意外吧。它是非常浓厚浓厚的草莓酱味道啊。今仔日咱有台湾秘鲁，阮就欢喜啊！那等一下，我们就出去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他的停车场这里了。不过各位别担心，
今晚我们为了喝他的啤酒，我们特地把我们的车子丢在今晚下他的民宿那边，然后我们再坐 Uber 过来。哎，谢谢喽。那我们来说说今晚吃花见西餐厅的想法吧。我们今天对它的期待本来是落在880元左右的想法了，可是因为刚好今天有这个寿星优惠，所以它把我们期待用力的往下降了一级啊。可是说哦，你各位如果要叫你花600-700元来这边吃一个晚餐的话，你会想来吃吗？我今天会来这边用餐，是因为我看到之前有来这边用餐过，所以我才想说我们生日的时候来这边吃饭，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下想法啦，好不好？只不过各位，如果你问我说今天要花880元叫我再来这边吃一次的话 ，OK 吗？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或者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会去回复了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